好，主任，我马上带您关心，今天是基隆市议会临时会开议的第一天，第一案就排定了这个争议非常久的基隆东岸商场遭租的这个争议事件哦。不过呢，蓝绿议员在整个议场上面是互相的这个叫骂，甚至举牌来抗议，甚至呢，民进党议员还准备了沙轮机要来送给谢国良市长，是来讽刺他说2月1号晚上市府强闯 Net 商场是错误行为，带您来看。这个好意我们都知道，可是真的太危险了。我们现在开议期间，爬山怕发生有，对，怕发生危险，怕发生危险。谢谢你，你给我的建议我也照做，就把它包起来。然后你就叫人家收起来，包好重要。这个那个锁都可以锯开了，这对对人真的很危险，所以要包好。知道他今天现在人太多了，对，是多么的危险嘛？好，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个沙轮机是没有送成功的，因为当下呢，国民党的市议员就立刻冲上前来阻挡，认为沙轮机实在太过于危险。不过蓝绿的议员是持续的来交锋哦。上午的整个议程当中，谢国良都还没有讲到话，而进入了下午议程，其实谢国良也目前都还没有讲到话哦。那外界也相当关心哦，针对这个不管是权利金或是这个产权争议。谢国良会如何来解释，如何对大家的来释疑，我们也会在第一线带你关心。